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随意所愿得生其国。这一段经文一定要会背啊！为什么呢？太重要了。人家要问你，怎样修行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？这一句就答复完了。你要能照这样做的话，肯定往生。啊，这个地方光明是佛的智慧。威神是佛的教诲，功德是阿弥陀佛修因正果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这是他的功德。啊，我们再说的浅显一点，这个地方讲的光明就是本经的道理，理论道理是光明，威德是它里面所讲的方法，啊，包括四十八愿。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这就是方法了。不能间断了，我讲经讲到现在，把经中义理的精华完全透露出供养给诸位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时间到了，我不能不告诉你们，往后我讲经不在讲台上，在录音室，在摄影棚，我不会再公开讲经讲演，我不搞这些，我要闭关了，不是普通官房，是摄影棚的官房，我闭关还是讲经录像，将来诸位听我讲经是从电视荧幕上看的，所以我现在不能不讲了，我讲的就是这个话了，昼夜称说，至心不断啊！我们学佛办佛学院，还个放个假，永远不能成功啊！你要知道，念佛念三个月。三个月精进佛期，日夜不断，圆满之后，给诸位说放一天假，你就完了，你的心马上就乱了。放上三天假，在一个月都不能恢复，放上一个月的假，三年都不能恢复。佛不放假，谁放假？魔放假。哎，你们这个地方，你看看我们佛学院吧，这是培训班吧，一放假了，妖魔鬼怪就来诱惑你们了，马上就上圈套了，很悲哀啊。
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你们查查大藏经，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了？大藏经你们去找找看，哪一天佛休假一天？大众放假了一天？没有啊。佛没有休假，没有放假，我们来休假放假，专门替魔制造机会，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佛教给我们的功夫绵绵密密，日夜不间断啊，我们才能成就啊，才能入佛境界。真正想成就的人，要不要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听圆满呢？有缘当然很好，没有缘，说老实话，没有必要。只要把这部经里头某一段，你真的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一生受持，永无间断，保证你上上品往生啊！哪里要这么多？哪要这么麻烦吗？我说的话，真话不是假话。每一天我就听这一篇。一天听8个小时，一生不中断，这个人肯定开悟，肯定正果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？这是佛说的，他得定。他一生当中，他就听这一段，就听这1个小时，他心是定的，他不散乱。弥陀讲经上讲的，一心不乱，他得到。一心是定，是念佛三昧，不乱是慧。他得一心不乱了，佛所说的一切经他都通达了。我这个话你们能相信吗？果然真的相信吗？你还要不要念佛修院？没有必要啊！你看看古来大德，这祖师大德，哪一个是佛修院毕业的？我们从历史上著名的净土宗的庐山慧远大师，哪个佛修院毕业的？善导大师是哪个培训班培养出来的？莲池藕益念过佛学院吗？他们怎么能成为祖师大德？他们的光明遍照十方，影响到今天的，没有变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就这么两句话嘛。他成了大功啊，往生自在了，随意所愿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多住几年不干事。实在说住不住世间不是自己意思，自己还有意思，那是凡夫，那妄想分别之者没放下了。那住世不住世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在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众生可度，多住几天，
没有众生可度啊，马上走了。那众生这么多，那不是度不尽吗？不是，可度啊，众生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叫可度。如果没有这种众生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就走了，或者到他方世界教化众生，不一定在此地啊，他是到处漫游的，绝不是一定住哪个地方，哪里有缘哪里去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。大乘经上常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应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，通通没有一定，随意得大自在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